就是要再做什么呢？我们刚刚主要是今天主要完成四个，一个是第一个背景图，第二个合成吉祥物，第三个送春，第四个新年快乐，反正就四个地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送春怎么做哦。特别重要，吉祥物其实可以关掉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它了哈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送春10啊，然后那送春部分特别注意哦。 这合成照这个也先把它关掉好了哈，那这个就把它合成起来，给 PSD 档，把它存起来。好，然后OK， 接下来送春哈，首先第一个，它题目里面要求就是先把这个图层名称哈改成叫送春，一个减的符号，送这个图层点两下哈，送春。 黑，送春这个好，先把名称改一下，然后做什么呢？我要在上面多一个白色，那怎么做白色？按右键哦，特别重要，这边有个复制图层，名称叫什么？送春白 ，OK 哈，这边的话给它一个白哈 ，OK 好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这个送春黑上面会多一个送春白，但是它现在还是黑的，所以你需要把它变成。 白色，那怎么把它变白色最快哈？当然你可以用刚刚之前用选的啦，你可以把它选起来填颜色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优，对，还有更优的哈。OK 哈，那怎么选会比较快哈？你在送春白前面这个图示上面哦，记得哦，游标请你停在这个送春白前面的图示，按下滑鼠的右键，这边有个功能叫选取像素。 那所谓选取像素，因为我们这个送春黑的背后是透明的，除了这个那有颜色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有像素的地方，我把它选起来，你会发现哦，按右键哦，选取像素啊是最快的，可以把这个范围选完。那怎么填成白色的呢？在编辑里面有个填满，刚好有用过哈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我刚刚有用，可以用填满哈，编辑填满哈。 填满的地方呢，请你把它改成白色的。OK，就是把编辑填满，然后填满之后改成白色，按确定，这时候变白色，对不对？那选取区域其实已经不需要了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？把这个选取区选取里面取消选取。OK， 这个时候呢，上面的这个图层就变白色的，背后的图层是黑色的，所以你如果眼睛闭起来的话，白色眼睛闭起来。 就变黑色的，有没有？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做出的效果类似什么像这样，那其实它的关联性啊，后面有一张黑色的送春，跟上面这个关系怎么样？把送春白有没有移动到哪个方向呢？左上的方向有没有？其实就可以有那个效果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把这一张图怎么样？用移动工具稍微往左上一点点，有没有出来了？ 后面那个黑色就看，那因为它的关联关系是什么？就是两个图层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，而且是一模一样大。所以如果你把它盖上去，它基本上就只有看到白色的，看不到黑色。所以移过来，可是你会发现哦，移动的话，用滑鼠移动哦，很容易移动太远。所以有个方法，其实除了用滑鼠移动之外，你一样切到移动工具你可以按滑鼠的左右左键。 两一二三，大概按4下吧。那往上1234，这样会比较精确，或者你不要移动那么多了，大概移动了3下吧。我刚刚除了可以用滑鼠移动之外，你可以用键盘哦。我现在敲键盘，键盘中间位置有没有会有上下左右？你也可以配合那个键盘上面的上下左右去移动它。好，做完之后的话呢，接下来把这两个。 做一个什么按合并也可以，或者把它连接了哈。如果你不合并，你可以用连接。那选的方法是按 Shift 键，再选取送春黑，再按右键这边有个连接，或者合并都可以了哈。我们用连接好了哈。连接的话比较可以看到细节，因为合并之后两个变一格啊，你没办法再把它拆解了。好，把它连接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把它放到哪里呢？放到那个刚刚的那个档案上面。 所以刚刚那个档案的话，我刚刚102那一张，我把它存在D碟，因为我刚刚把它关起来
这一张哈，OK， 那怎么样把它搬到 102 这一张里面呢？你看，放在上面 ，OK， 这个是我们刚刚做到的哈，OK， 那怎么样把它搬到这边来呢？你可以记得哦，先把它连接或合并之后哈，按下滑鼠右键，这边有个所谓的复制图层，因为刚刚有同学问到一模一样的问题，我要把这两个图层。 搬到哪里呢？搬到这个102这个吉祥物这边。那搬的方法啊，特别重要，其实就按右键啊，可以用复制图层里面。他会问你说，哎，那你要移动到哪一个文件啊？那我这个文件名称，我刚刚有把它存档了，存档名称是102，所以是102PSD这个，按确定。这个时候你切到这边来看一下，哎，送春就过来了。这时候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搬到哪里呢？ 搬到大概是左右上角的这个位置，至于详细的位置，你可以切到那个 TIFF 这个，哎，有没有 TIFF 档这边看一下，哎，位置好像已经还蛮接近的，有没有？不过好像还差那么一点，不过已经很接近了哈，差只差在中间这个新年快乐这个部分。好，那请各位哈试一下送春这部分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